好的，那个我们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二十多年来都有这个航空与太空展示厅的这一个单元。那事实上，已经二十多年了，那一个太空上的一个眼镜也如日的在开发，所以也就是在今年度呢，我们刚好承蒙了这个台湾太空科技发展三十周年，以及一个太空发展法的一个通过，然后正式的就是也建制了一个太空飞行探索馆，希望能够给民众和学子对于太空科技有一个非常积极的想象，此外也能够对于国内的一个太空科技的一个发展能够有一个密切的合作来做一个推广。那事实上我们在做这一个展厅呢，跟过去以往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我们采用了一个比较多的一个多媒体的一个大荧幕镶嵌的一个技术。那包含了，那此外我们也透过了一个虚实整合的一个 F104 战机的一个光雕投影，然后让大家有一个更身临其境的一个感受。你的把机头再把它透过空间的协助，然后我们把机头弄上来，这一整个整体实际上呈现这个样子。可是我们的确这个是太空厅，所以我们在思考如何要把它结合到太空的意象。我们利用一个大型的一个光雕的一个技术，介绍飞行眼镜从热气球到星舰，好，从每小时的一个13公里介绍到每小时的27000公里的一个速度的一个眼镜，然后期望然后让大家能够知道，就是说我们一个人类科技的发展是多么的快速。好。